防守杰伦的重担，篮板球也要抓。是，哇，这就谭杰伦漂亮的切入。在过往的高中，可能他未必有这样动作，可是在经过这个很多大学的这个练习，几年到国家队去培训之后，但他现在这个三分球，跟我们希望看到的四号位要没有错，就是希望可以赶快的，不要说把磊哥的放进接下来，甚至可以超越磊哥的话。上一场孟佳怡十几秒没打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，他现在如果可以在侧运的部分再加强的话，我觉得哇，这一节让他给投中了，然后因为他的手当火烫，所以必须要逼得对方协防，然后他在那个漂亮的背后传，哇，你说对了，没错，打篮球其实没有这么困难，就是要做正确的事情，而且你看得出来，唐吉翁回来之后，整个身材的壮硕度是有变得更壮阔。投篮，他的出手的位置有哪些调整？应该就会不一样。随时要得有被两个人一起盖下来。因为这颗就犯了刚刚德威的那个错，就是当你已经切入到了自己的秘心，可以跟他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打排球啊，唐吉翁。哇，这球很快，对，超掉蔡文成的球。照顾好李丁派好球送球接到、在篮板上，哇、剩下四秒钟了，看工程师这波进攻被拦下来、最坏的情况也就这样了所以硬吃200公分的常人戴维斯场均三个火锅，给到金德伟这场快攻机会，石井阳直接把球给毁掉。来看一下、这个地板给球其实给的蛮到位的，打丹佩接进来踩一个欧洲步，结果球掉了，急的速度啊、但这球对方的人数是取得一个优势、文成、哇、这边是一个定板啊，戴豪倒地、蔡文成前面已经想说空了，戴豪冲上去直接来个定板啊、时间抓得很准，陈立焕没投进，哦，二打二了，哦，这个球速度够快，林嘉瑞一个大锅，哇，这个封的时间点很好，或者是赛前拟定的方针执行很彻底，不知道是不是拿到了银行的密码或金钥、感觉今天工程师有点来抢银行的味道，对、中线切入，后面这个补防非常的及时，对，之前跟志杰担任当队友也当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是，应该有很多志杰的秘辛可以跟他。哎呦，有了，这打排球啊，谭杰龙，哇 ，The Dragon， 看这球志杰切入，然后刚好这个故事了，被谭杰龙抓到这个时间差。